时的光眼，花间的感言，喜怒哀乐算你不拉线，谁不是感慨万千，娱乐乐翻天，一起围绕娱乐世界，娱乐乐翻天，娱乐一切都是重点，娱乐乐翻天。杨佑则唱，黄晓明也想出专辑。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唱歌。刘诗诗、林心如被曝为争女一号闹不和。微博示爱心中的他，李代沫被疑出柜。韩星抢滩中国市场 ，Sing Blue 北京首度开唱。谈 Hebe 直接好害羞。热心记者努力为他牵红线。有没有说哪天真正的正式的对他表白的？阿萨享受二人世界，不急结婚。我现在生活太开心。成功升级奶爸，陈小春为陪儿子要停工。你别写，我难道我在一起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玻璃鱼趣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我是小鱼金晨。大家好，我是兰多。好运气，喜得奖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微博搭乐游戏环节了。是的，我们这个游戏的规则非常的简单，只要大家登录到我们的乐翻天的新浪官方微博，转发并且评论我们当天的活动帖，我们就会有精美大礼包提供给大家。同时要记住，今天的幸运楼层是57层，而且这个楼层数是倒数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祝大家有好运气哦。嗯，不过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近期比较关注也是比较期待的一部电视剧，你知道叫什么？是在说我们东南卫视正在热播的《王者清风》吗？哎，这部当然也算是比较关注的，但其实我最关注的还是马上要和大家见面的《金钟岳飞》了。哦，为什么关注《金钟岳飞》呢？因为你知道吗，在这样电视剧里面，很多男人这种豪情啊，这种打仗的这种片段，肯定是我们男生特别希望的啦。嗯，比较希望有壮志凌云，是吧？我可能更多关注的是这部电视剧里面的俊男们。俊男就包括黄晓明，不过黄晓明最近也是非常的忙碌，听说他除了拍电影以外，还要再出专辑。我为跨界忙，黄晓明出专辑、拍电影两不误。出道多年的黄晓明，如今终于是尝到了走红的滋味。电影《中国合伙人》票房大火，电视剧《金钟岳飞》未播先红，就连综艺圈中也没少了他，出任某选秀节目的导师。黄晓明让大家看到在其帅气外表下超二的一面。这真是天上掉馅饼。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害羞内向的人，但我在生活中还是蛮可爱的。然后结果那个这节目的时候，我是抱着被骂的这个心态去做的。自从当上了歌唱节目的导师，黄晓明坦言自己想唱歌的小宇宙也被选手激发出来了。接下去他也准备要发张专辑。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唱歌，因为他们觉得我嗓音条件还可以，唱歌就是我的爱好。我平常没事的时候最喜欢就是跟朋友卡拉 OK， 所以我也希望以后可以有空闲的时候再出张专辑什么之类的。会导航好了，他说他要教我。除了当歌手，当制作人也是黄晓明的又一个目标。早已成立自己工作室的他，早在3年前就买下了郭敬明幻城的版权，但是3年后黄晓明迟迟未动工，反倒是郭敬明自己导演的《小时代》如今火爆大荧幕，票房频频告捷，这会不会也让黄晓明加快开拍幻城的步伐呢？我恭喜一下小四吧，好的，我先恭喜一下我跟他幻城跟这次他自己做的这个《小时代》。幻城其实我一直都很看好，也是很多年轻人的心目中一个曾经的梦想。对，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当时曾经希望可以跟小四一起做起来，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再商量这件事情。我为跨界忙刘星当作家，分享情感经历。被称作是创作才女的歌手刘星，在音乐创作上一向都是挥洒自如、天马行空，而近日她却以作者的身份带着自己的手本图文记随心所欲出现在公众面前。虽然明星跨界出书早已屡见不鲜，但要想让读者买账，肚子里的墨水绝对不能少。这不，我们的创作才女也有尴尬词穷的时候。我觉得写歌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对于我来说，对，因为真的也是不太擅长。然后比如说包括很多词汇的运用，有的时候觉得写完了以后，然后看起来就其实很想把自己包装得很文艺，然后但是就是特别怕大家觉得哎呀他文笔其实不怎么样嘛。出道2年，刘星从懵懂女生蜕变成为实力偶像，音乐见证了他的成长。平日习惯用歌声传递情感的刘星，此番首次以文字的方式分享出道鲜为人知的经历，让人十分期待。我是希望告诉大家，其实可能每个人的过去都会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然后也会有自己比较特别的小故事，然后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带给大家一种温暖和鼓励吧。乐翻天综合报道。
说到《金钟岳飞》这部电视剧呢，为什么能够吸引大家那么多的眼球？我觉得除了里面是俊男美女很多以外，还有就是呢，它的宣传口号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部以岳飞为主线的影视作品，这是第一部，所以大家都非常期待。所以你是把那个焦点放在了剧本的本身，而我呢，其实更多的关注的也是这个里面的美女。啊、你是外貌协会嘛？刚刚说是俊男，现在要关注美女了。据说女演员刘诗诗和林心如为了争女一号闹不和。真的有这样的传闻吗？这个传闻会不会很不靠谱呢？一起来看一下。传闻靠谱吗？刘诗诗、林心如为争女一号闹不和。前天由唐季礼执导的电视剧《金钟岳飞》发布会暨唐季礼投资影院开幕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黄晓明、张馨予、罗嘉良、丁子峻等主演纷纷到场站台，不过却没有看到两位女主演林心如和刘诗诗的身影，这让记者颇为好奇。好像两个女主角都没有来，我印象中和演员的效果。有啊，我们演的女主角就是就算很多女主角呀。是男的吗？对啊，都在工作、oh, no. 因为剧组你觉得拍戏都是拍戏第一，像我们金钟岳飞的时候，在小明也很多其他戏啊宣传他都没有去，还真是当时赵薇让我帮他演出青春，我还真是因为岳飞没有去成。对，真的是因为拍戏没空吗？某知名博主很快的微博爆出了刘诗诗全程缺席岳飞宣传的内幕，因女一号角色被林心如代替而与林心如和剧方闹掰。对于这个消息，当事人刘诗诗和林心如很快也在微博做出了澄清，否认不合传闻。随后林心如还转发此微博，并表示刘诗诗是她很欣赏的一个女孩，称一睡醒来又有新的故事可以看，并不是女演员在同一部戏就会闹不和的。诗诗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女孩，这种无聊又无谓的新闻就别再搞了吧，工作去。而刘诗诗也回应林心如，还发出几个爱你的表情，看上去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像外界所传的不和。在发布会现场，身为导演的唐季礼也对此事做出了解释。应该没有这回事，我们从一开始谈的时候就是最早我跟黄晓明谈的女主角是谁，就是林心如。因为啊，是的，是的，问题是的，是的，是的，啊？这还是得问导演。小编点评：应该又是为了制造话题吧？传闻靠谱吗？李代沫微博示爱已出柜。凭借着《中国好声音》一炮走红的李代沫，自出道以来就话题不断，其中最被争议的就是他与同性友人的恋情。而就在前一天，李代沫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关于爱情的文字，其中所有代指爱人的部分使用的都是代表男性的他，这也让大家认为李代沫终于承认同性爱情，也就是常说的他出柜了。昨天李代沫亮相上海发布新专辑，专门就这件事做了说明。我发的这个心情呢，是我的敏感三部曲的三首歌，我把它串成了一个心情写出来。因为其实可能大家在其实上小学应该学过吧，就是这个他单立人的他是可以泛指很多的东西，包括人事物，可能是自己所崇尚的，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东西也都可以代替，所以我没有特地说代替。由于此事的发生正值李代沫新专辑发布前夕，难免就被人怀疑他是在借感情话题来炒作。是，其实听到出来是炒作自己的新专辑。哇塞，今天我开新闻发布会，然后头一天然后发一个这样微博炒作，我有点二了。小兵点评，那你为什么不用这个他呢？传闻靠谱吗？陈妍希正在恋爱中。全民女神陈妍希的感情世界一直是备受关注，前段时间过生日，港媒就拍到她和香港艺人林子祥的儿子林德信相约吃饭，两人互动热络，私下还合照口上微博，两人关系似乎不是单纯朋友那么简单哦。昨天陈妍希出席代言活动，神采奕奕，该不会真的是恋爱了吧？我觉得最近是你们比较关心我啦，就是其实因为我很喜欢交朋友，男生朋友女生朋友都是，然后可能因为私底下个性很爱开玩笑，然后男生朋友们也真的都把我当男孩子一样在相处，都没有把我当男的，你们就看起来好像就是我跟他们都有什么，其实他们真的都只是把我当男的而已。据媒体报道，林德信早有一个绯闻女友，因此陈妍希是否介入了林德信的感情成了关注焦点。虽然被媒体问到这个问题时，陈妍希都是巧妙闪避，不过已经年过30的她也亲口表示，接下来要好好的寻觅爱情了。之前一直都在为工作忙，接下来放假看看有没有机会了，好不好？所以对他其实也还是他是谁？我是说就是。我是说 open 就是让自己的心放空，然后看看会不会就是期待有爱情。
小编点评，赶快去谈场真的恋爱吧。传言靠谱吗？吴克群华欣背叛何超莲。吴克群与赌王三千金何超莲因被记者举报同游马尔代夫而爆出恋情，不过日前这段恋情传出告急的讯号，有媒体拍到吴克群与台湾混血女模 Rima 相约看电影并送女方回家，据说华欣举动让正牌女友何超莲很生气，刚在微博上发表误编故事的宣言，隔空回应男方表达内心不满。当晚吴克群也赶忙对此事做出了澄清，第一个我没有很花心，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大家交朋友其实没什么好问题，然后我在乎的朋友我就会对对方很好，那现在就超人就值得在乎的朋友，值得在乎的朋友。小编点评，何少莲听到这话该安心点了吧。乐翻天综合报道。小鱼你知道吗，我今天又非常的开心啊。你上次不是很郁闷啊，因为工资卡丢了。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是找到了对不对？不是工资卡这件事情已经把它忘记了。好，翻篇。我要翻篇，我要想到的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很喜欢的 ZNBLUE 最近在开演唱会。你也喜欢 ZNBLUE 啊？我也挺喜欢的，就是那个 ChinaBLUE 的500的那个乐队吗？听见你说不是啦，哎呀，我说的是这个韩国的乐队 ZNBLUE。 维特利亚维特利亚巴拉巴拉巴拉，不是一个，接下来带你去认识一下他们。韩星抢滩中国市场 ZNBLUE 北京首度开唱，韩国实力拼团 ZNBLUE 首次在中国开唱了，当天也恰逢队员姜敏赫的生日，成员们除了现场为其庆生之外，更是给寿星姜敏赫提了一个难度不小的要求。他对中国歌迷的爱，然后推荐来读。好了，相信可以，听着谁哦。绯闻女孩布莱克莱弗利想学中文拍中国戏，近日因拍摄绯闻女孩而一跃成名的美国时尚界第一美少女布莱克莱弗利亮相上海，出席某知名品牌的商业活动。作为如今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年轻女星，布莱克莱弗利初次来到中国也受到了许多影迷的欢迎，而她也表示中国有许多不错的导演，自己也希望与他们合作，只是在合作之前她需要花上点时间好好学习一下中文。乐翻天综合报道。好，看完了这个布莱克的消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欧美的流行摇滚小天后艾薇儿的消息，她是好消息要传来了，那就是她已经结婚了。不过这个消息对于我们很多喜欢她的男生来说应该是个坏消息，心都碎了。对那个心炸凉炸凉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艾薇儿7月1号在法国南部举行了一场婚礼，然后她的老公呢其实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欧美的歌手。所以说两个人也是天作之合，希望他们这段感情能够长长久久。你看这个外国的这个小天后都已经结婚了，但是我们国内的娱乐圈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国内娱乐圈的这些当红歌手呢还是有人要给他们撮合，给他们牵红线，那就是 JJ 和 KB。 娱乐圈中的未婚男女， JJ 太害羞，记者操心牵红线。 JJ 林俊杰自出道以来一直把 SHE 中的 KB 当作自己的女神，不管在台上还是台下多次表达了对她的喜爱，而上周 KB 在台北演唱会的庆功宴上也向林俊杰隔空示爱了一回，对老公这样公开示爱，请问你们要叫 KB情何以堪啊！不是，尽管事后 Hebe 表示这只是自己的一句玩笑话，不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好事的媒体记者就赶紧帮林俊杰牵线搭桥。对你自己说，看到他会紧张是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对他的欣赏是吗？因为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女艺人一样女生啊。其实你也多次的表示出对他的欣赏，然后有没有说哪天真正的正式的对他表白一次？这个关于这块我可能好，最后一个，谢谢。没办法，就是有一个很突出之前，我觉得我们就一直都是就朋友，然后一直都是算是会互相鼓励的朋友了，也没有给自己目标或想太多。以往都很主动的林俊杰这次反倒有点小心谨慎，不敢接话。不过这次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嘉宾还未全部确定， JJ 倒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套套近乎喽。会的，会来当嘉宾吗？会不会请他来啊？我还蛮想请的。我应该会请，发一个那个邀请过去。好啊，这个一比如果有空一定要来当我的嘉宾，对啊，任何一场说一声都 OK。 小兵点评， JJ 你也太害羞了吧。娱乐圈中的未婚男女，阿萨享受二人世界，不急结婚。昨天阿萨蔡卓妍到电台宣传新专辑，由于刚刚知道陈小春应采儿升级的好消息，阿萨相当兴奋，现场就猛送祝福，更自曝自己很想拍怀孕系列照片。他们祝他们很永远都会很幸福了。我说之前有看过他们
就是应采儿她就是她还怀孕的时候又照了一些照片，我都觉得很甜蜜。对，我也希望我如果我有小孩，我也会可以拍一个怀孕系列的照片。既然这么想怀孕生子，已经拥有甜蜜爱情的阿莎就赶紧和男友陈伟霆步入婚姻殿堂吧。虽然我很喜欢小孩，可能35岁之后吧，但现在生活太开心，想要享受多一阵。掐指一算，离阿莎的生子年纪35岁也不过5年而已，到时候她可以生个小美女，正好可以和陈小春的小正太定娃娃亲了。小编好像有点想多了。娱乐圈中的未婚男女林依晨谈男友春风满面，近日林依晨现身上海为某品牌站台宣传。近日与男友林昀超到墨西哥度假的林依晨也在微博中发布了多张甜蜜照片，令不少网友纷纷猜测这段低调处理的恋情是不是好事将近了呢。我唯一能够告诉你的是，而且是事实，他买了 Crocs 的帆船鞋系列，因为非常厚气又轻盈，他真的为了去墨西哥买了一双鞋，而且我可以跟你发誓保证是真实的。小编点评：你这代言做的也太尽职了。乐翻天综合报道。广告之后，欢迎回到玻璃区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我是小鱼金晨。大家好，我是南多。是的，香港娱乐圈呢又多了一位新二代，他的名字叫什么 ？Jasper， 那就是陈小春和应采儿的儿子，在7月1号就诞生了。哦，在这里要恭喜啦！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这之前，应采儿一直牢骚不断，就是说这个陈小春在应采儿怀宝宝的时候就说要陪着宝宝一起成长，然后见证他在他肚子里面的全过程，所以不去打工赚奶粉钱。但我觉得这是挺好的，说明陈小春很关心他们母子俩。那现在既然已经宝宝已经出生了，那陈小春应该是成功了，赶紧去赚奶粉钱，对不对？我让陈小春借此机会又说他又有说辞了，他说要看到宝宝要成长的全过程，所以他还是不去赚奶粉钱，应采儿应该会急死了。看来这个小春是借这个宝宝好好想休息一阵子。奶爸向前冲，陈小春为陪儿子要停工。应采儿怀胎10月，终于在7月1号生下了儿子小小春。昨天陈小春到医院探望老婆和儿子，大方向众人分享了初为人父的感动和喜悦。由于儿子出生后仍需留氧气箱中观察，让小春很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抱抱儿子，因为很快他又要远赴天津拍戏了。一想到要和儿子分隔两地，陈小春就感到好无奈。他准备拍完之后暂时停工，享受天伦之乐。之后我真的不知道，我用咩？就俾啲时间我谂下我仔先啫。我生我老婆咁辛苦生完出嚟，我谂都未谂过，我即系吓，你知唔知好？即系做爸爸嗰个感觉系，虽然系揾食，咁但系翻到屋企啊。有个 B， 有细路仔，有亲生嘅自己嘅 B B， 俾自己谂下，咁几个玩几个玩系嘛？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作为父亲母亲嗰种快慰咯。奶爸向前冲，陈豪为孩子忙赚奶粉钱。陈小春已成功升级，而陈豪目前还只是一位准爸爸。上月初刚刚奉子成婚的新郎哥陈豪近日亮相广州某纸巾新品发布会，他透露太太陈英美现阶段正在加拿大安胎养身体，自己则留守大本营赚取奶粉钱。其实我现在有蛮多的工作安排，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工作完成，而且男人嘛，就是以事业为重。现在很多明星爸妈都提前为自己的孩子安排好一切，比如说钱嘉乐现在就已经为孩子报好了名校。不知道身为准爸爸的陈豪对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计划呢？我跟你说，就是我在这个人生上还有很多事情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这个事情，我自己也在学怎么去面对，所以呢我还想是一步一步来吧。乐翻天综合报道。欢迎来到玻璃趣乐写微镜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只要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到大奖了。那昨天我们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余文乐了，恭喜一下的微博网友获得玻璃趣所提供大礼包一份，还有呢就是我们送出的杨宗纬亲笔签名 CD 一张。是，今天娱乐写微镜的问题也出来，要问大家正在脱袜子的人到底是谁呢？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就请登录到乐翻天的官方微博，我们就会有精美的大礼包送给大家，是由玻璃趣提供的，同时还有我手上拿的这张林俊杰的亲笔签名 CD 一张。是的，欢迎大家踊跃参与。那今天我们的娱乐乐翻天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会，拜拜。节目结束，你说戒指应该还我了，明天再见，拜拜。